8月16日0到24时，全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9例，均为广州报告，4例来自缅甸，2例来自孟加拉国，其余3例分别来自美国、刚果、京和阿联酋。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9例，广州报告8例，4例来自缅甸，2例来自孟加拉国，其余2例分别来自刚果、京和几内亚。佛山报告1例，来自沙特阿拉伯，新增出院3例。截至8月16日24时，全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77例，境外输入1410例，目前在院95例。关注东资讯，看更多新鲜内容。